这就是我常喝的那个馒头花。我们这边的馒头一般都这样，这才叫真正的馒头，花的形状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年，今天我带领大家来看外地人走不到的地方，不属于哪个党派，是一个村为单位独立的农贸批发市场。他们这个市场赚的钱就是为自己村的老百姓发放福利，谁也管不着。以前这里很偏僻，现在都盖上商业大楼。在即墨古城的旁边有南北两个龙湾头，这里是北龙湾头，有点像南北韩差不多。南北龙湾头贫富差距很大，这个批发市场是北龙湾头全体村民的所以这里有可观的收入，属于全体村民。这块土地是集体所有制，是全体村民，所以这里的收入属于全体村民，不属于上边。你不要端，山东人哪里富，就是要搞独立哦，跟那个没关系。这个批发市场是早上3点钟开始营业，现在已经人潮过了。看那个大通，这些通都超过1米的长度。冬瓜，这都是很新鲜，好像现在你看这豆角，这个可以腌酸豆，我们买一把。红薯，那怎么卖？这是地瓜，批发完了也可以零售。有多少钱？买茄子去回家切那个凤尾茄子，它的茄子比较漂亮。这些大葱，每一个都超过1米哈。这是哪里出的嘞？我们山东什么地方大出大葱嘞？一凤的。这现在是一斤多少钱了？一盆了。哦。哎，以前是冬天才有大葱，现在有哈。宽粉，这些是批发粉条，批发冬粉。这不是青岛周围，好像山东临沂菏泽那边的，那边出这些冬粉。枣庄，哦，枣庄那边的。这一区是批发豆制品，所有的豆制品都在这里。这个豆干怎么卖？那个3.5，这多少呢？6块。一般批发的商贩都在晚上3到5点钟差不多批发回去，7、8点钟周围的居民有人买工，他们把批发剩下的满满攒攒就卖给周围的居民。生蚝，咱们这边特色都是吃活的。我第一次来这个市场，真没想到这个市场有这么大哈。凉菜批发，多来多干鲜熟食凉油批发，都是火锅料，都吐舌头了。这些蛤蜊在这买的人不太多，很多人都到海里去挖，10块钱2斤。到海里去挖，看这些卖的都差不多了。玄。哦，都快卖完喽！1克10块的，5块的，大龙虾。靠海近的特色就是海鲜都是活的。那边就要吃活鲜的。活的哈，都要吃活的。哎，这个市场还不算太大的市场，这是个村庄的市场，叫做龙湾头村庄市场。这里以前就是个农村，以前这里种花生啊，种玉米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这个村庄打造成一个中型批发市场，但在我看来已经很大了吧。这是批发粮油，这里都很便宜。这是面条，粮油。哎，二姑这个村这现在真发展不错哈。对，腐竹是豆制品吧？串儿，这就是小烧饼，这是烤串可以用的。现在只要你勤快吧，来拿了这些东西回去卖就赚钱。火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就是做肉夹馍的。
什么都有批发。肉制品，15元2根，10元2根。这部分是做生意的来，像我们自己吧，我们没有来批发买这些面制品，我们都自己做，做生意的没办法了。像这些都是可以肉夹馍，他们做的也很好吃。这就是我常喝的那个馒头花，我们这边的馒头一般都这样，这才叫真正的馒头，花的形状。这是寿桃，我们真正山东人吉墨人都是这样做。这些是全麦的，这些是玉米面的，都很好吃，都不贵。大概这个是不能给你说价钱，说价钱万一他们竞争。是批发肉的，肉可以在这里买。凉面，饿了我们可以买凉面吃。凉皮儿啊，凉皮儿啊，嗯，就拿着干洗完了。凉皮儿还给你包这个哈。那里都有。自己制作这个调味料，在这里批发。面条的。这三两块的，发不了。对。大方鲜面店，各种面条哈。这怎么卖？2块5一斤。老板，我掏2块钱吃面条。买饺子皮可以。大烫哦。哎，黄色的是什么？咱不懂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些是叶皮粽票。没有，咱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还有这大龙虾嘞，石斑鱼。这里的盘子都是空的，已经卖完了。这里一定要吃活的，要卖的时候把这里面加上海水，把鱼呀、把虾、把蛤蜊给放上了。这就是海蜇，哎，这个海蜇吧，大锅，它小的时候比盖点比锅还大，你看它晒干净了。我那天去海边捡两个小海蜇，很想吃海蜇。现在，哎，这石斑鱼哦。都要活的。青岛就是这样，大龙虾真大哈。他家卖的差不多了，只有点生蚝了，看都卖光了。你看，哎，这里是我去新竹捡这种小螺，在新竹海边很多，那种吃不好哈，会肚子痛。这个东西叫做鲜，一个字，新鲜的鲜，毛蛤蜊。我们那边叫做烧酒螺，这个叫做辣螺。那哪能不看？那多少怎么卖？20。好甜的哈。20的，是我的。桃子。不贵。都水蜜桃哈。这个红色的豆有点像我们的皇帝豆。姑娘，这个品种的枣子好大，这个不要买，家里院子最漂亮的，最新鲜的莲藕，两斤批发，斤3块钱。青萝卜比水果还好吃的萝卜，南北货批发，什么都有，各种香料，都叫龙碗头，但是这个龙碗头叫做北龙碗头。像我开头说的，就像南北韩，这个北龙碗头很富裕，但南龙碗头就不行。这个货兽，它有这么个模型刻出来的哈，这可能批发的。东北粘玉米批发零售，什么叫粘玉米？市场，那旁边的大楼就是它村庄，那个冷库，大家卖完都放这里冷冻。你看，全部是水产品。这就一进门这个大院儿，蔬菜区、海鲜区，我真没想到一个村庄它会变成这样。看到这里，你肯定会想，都是在一党独大下领导，为什么同一个龙碗头村分南北韩？北龙碗头会特别富裕，老人小孩都发钱，而南龙碗头就平平的生活。这个地方在我小时候记忆非常的贫穷，很多男青年都讨不到媳妇。如今这里的变化在于村官改变这个地方，而且为村民争取谋福利。
因为这里的村官是他们村民自发选出来的，所以他把大片的农地为村民盖成一个批发市场，给全体村民带来了福利。现在这里已经被城市包围，名副其实的城中村。没有深度旅游，你是无法走进这些地方，深入了解城中村的过程。